抓紧点！有没有人要喝的尿酒？快点！别整了！赶紧收拾东西！快点！快！谁要喝我的尿酒？快！滚蛋！你抬头！有理！你给银子！什么玩意儿这么骚？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如果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把刀放下。武大头，我在这儿呢。啊，让兄弟们都出去了，把他们都给我弄死。胡爷，外面好像没什么人呢。啊？武大头，你不会是一个人来的吧？宝哥，还有我。你还真是一个人来的呀？哎。 我没事儿，还好有个死垫背的。大官人，大官人，走吧。
静儿，我觉得现在挺好的。大官人是好，可是我整日与那武大郎同床共枕，我度日如年啊。为爷挨鬼有何可愁的？我的瞧不见呢。那武松呢？ 我手粗，要是弄疼了，你多担待。有劳嫂嫂了。武松，你这伤是怎么弄的？你可千万别在外面惹事儿，我都当上都头了，还能惹啥事儿啊？那就好。哥哥以前常嘱咐你，遇事责人，不要因为当上都头就成了一时之勇，咱们吃的亏太多了。 哥哥说的是，武松定当铭记在心。喝点儿。好。哎，这记在心里是一回事儿，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儿。哥哥啰嗦你几句，不是让你记得我的好。你说你在外面万一有三长两短，你现在倒是威风了，人无刚骨，安身不牢。前两天有个赖子吃了你的饼。 不给钱还辱骂你，也没见你那么神气啊！哪家的赖子，敢欺负我哥哥，我找他去！我说错话了，叔叔早些歇息。 没事了，哎，这酒可惜了。武松，当官就要有一个当官的样子。哥不需要你出头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咱兄弟俩过安生的日子，比什么不好？行吗？ 把手伸出来！道歉。这都头，这大哥不在这儿啊，我上哪道歉去？大哥不在这儿，你也得道歉。行，道歉。 大哥，大哥，对不起啊，大哥，大哥，这又怎么了，都头？禀前，这银丝已经五年没出现了，幸亏都头的上任了，他更不敢出现了。不是吧？把这给你啊，他身体不好。都头。 从来没有哪个男人对我这么好过。走开！大官人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来了。
定先为金莲做过打算，那金莲也不愿变得自行打算，保得安身。都头，你家嫂子最近越发漂亮了，你大哥吃不吃得消啊？说什么呢？叔叔，回来啦。嫂子，今日里出去了？没有啊，一直在家，从未出去。哦，那估计是外边的巡街眼花看走眼了。叔叔辛苦了，那您先歇息，我去准备膳食。好，有劳嫂子。钱呢？娘，那是我的俸禄，您放心吧。儿啊，咱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安宁日子，千万不能再走回头路了。啊，娘，我明白了。哎，来，喝药了。金莲儿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没收拾？大官人在那儿都等不及了。干娘，我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先不去了。还为昨天的事儿置气呢。金莲儿啊，你的心思干娘明白得很，但是要等待机会不是？你只要把大官人哄得开心了，这机会以后多的是。机会？我哪有什么机会啊？我不过是他的一个玩物罢了。金莲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干娘，这县上姑娘那么多，麻烦您再为她续一个吧。哎呦，我就算把全天下的美女都摆在大官人面前，干娘，您请回吧。
干娘再说一句。你若依仗西门大官人，多多少少还有点希望。如果你把这个火苗给灭了，你真甘心跟着三寸枯树皮武大郎过一辈子？都头，你家嫂子最近越发漂亮了，你大哥吃不吃得消啊？哥哥以前常嘱咐你，遇事则忍，不要因为当上的都头就成了一时之勇。商量点事，都头，我家哥哥被冤枉了，能不能帮帮他？都头，我哥哥是冤枉的呀！不如再说，走，都头。哟，这不是武都头吗？今儿怎么有空啊？我给您备茶去啊，您等着。我家嫂嫂来这儿做甚？哎，我不是老了吗？我让金莲给我做件寿衣。哎，武都头，武都头，你这是做甚呢？官差，不知道老子是谁啊？啊！你脑袋上猪拱了啊？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？他是京城高家的人，本县见了他也得礼让三分呐。你还去抓人家的奸？哼，自己闯了祸，还要连累我？人家现在点了名了，不想再见到你。再见你，连我乌纱帽都保不住了。你明天去趟京师，去给我送趟东西，在高公子离开清河县之前，不准回来。京师，那岂不是会很远？就是要你去个一年半载。我不去。不去也要去，由不得你。自己拿，来自己拿，嗯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嗯，给，回不回家？好了，不跟哥闹了，走嘞，回家了。哎，我弟弟真乖。哎，你可千万不能吃了，吃了死。哎，你说咱们兄弟俩平平安安的过安生日子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哥，什么都别说了，
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哥，我就你这一个兄弟，哥，我走之后，你要好好的保重自己，平日里记得万处早归，有什么事儿，等我回来再说。傻兄弟，哥哥什么时候让你操过心？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你就走吧。小娘子真是倾国倾城啊。嗯，官人，我怕。你怕什么？把男人鬼回来吗？我怕武松回来。武松？哼，他还能回得来吗？客官，您的酒来嘞。各位客官，菜一会儿就上来了。这帮匪徒怎么回事？连官差都敢劫？不清楚。哎，周伯，生意可好啊？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！都头啊，一路辛苦了啊！哎呦，孩子都长这么大了，来来来，让武伯伯抱抱。好，武都头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回家吧，来，走了。恭迎都头。恭什么迎啊？跟我回去喝酒去。哎，都头，那个，有件事儿要和您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您哥哥他出事了。武松回来了，你快走！他娘的，一群废物！快从窗户走！快！嫂嫂，大哥咋回事？我的命真的好苦啊！前几日
你哥哥他忽然犯胸口疼，没吃几天的药就撒手去了。大哥从来没有这病，他咋就死了呢？哎呦，武都头回来了，节哀呀，节哀！这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谁保没事儿啊？哎呦，是啊。这些日子也多亏干娘帮助一直料理丧事。啥时候的事儿？还有两天便是断期了。大哥埋在哪儿？奴家孤身一人，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埋葬地点，在家停了三天，烧化了。烧。武松，哥哥不需要你出头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咱兄弟俩过安生的日子比什么不好。我就你这一个兄弟，平平安安的回来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走吧。你还有脸要钱？我们也伤了不少兄弟，您怎么着也得给点医药费吧。哼，识相的现在就给我滚出去。今天我是要不着钱，我哪儿都不去。那就别走了。
之前跟你们说的活儿，到底谁去做？我去做。我都等武松一年了，我想见他。要不你去啊？五年未出现的阴司杀手竟然成了叫花子。武都头，都查清楚了，抬棺入殓是本地团头何九叔，已经搬出城去，寻不得踪迹。要不，我再去问问豹哥。我自己去。哥哥，倘若你有任何的冤屈，你在九泉之下，就算化成厉鬼，你也一定要告诉我武松，我定将那贼人碎尸万段。都头，您回来了。进。哎，你认识一个叫何老九的人吗？他搬出城了。在哪儿？出城往东三里的茶村。好。给你老娘。都头。节哀，你也多加小心。娘，娘，娘！来了，棺材里面，另外一个棺材是为你准备的。这次，咱们再来玩一把吧。
饿了，我想吃你哥哥武大郎做的炊饼了。感谢武都头救命之恩，如同再造我。我家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小的也不知道前因后果，只知道那一日王婆呼唤小的去给武大郎验尸，便速速赶去。哪知道在路上遇见了西门大官人，随后他便把我请到了狮子楼。九叔，休闲轻微，明日另有酬谢。你看小的无半点效劳之处，如何敢收啊？九叔，休要客气，请收过再说。啊，官人有什么事，您只管说，小的一听。哎呀，也没什么大事。等会儿你要去给大郎炼尸，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。你盖上床锦便是，别不多言。啊，是，这是件小事，大官人吩咐即可。这个银两。九叔不收，便是推却。那西门庆手辣心黑，我不敢不从。去到家中，我掀开白布，只看武大郎的指甲发黑，嘴唇发紫，七窍流血，一定是中毒身亡。小人本想声张出去，又怕没人给我做主，不敢声张。第三日，我听说要把武大郎的尸首扛出去烧了，我就买了些墨纸，加做人情，避开了王婆和潘金莲，暗中拾了两块骨头作为证据。这骨头酥黑，一定是毒药身死的证件。还有，这是小的证词，都写在上面，请都头详查。到底是谁人？为何要害我家哥哥？都头，小的也不知啊，我只是听说有个卖梨的运哥知道这里头详情。走。哼，官人，这光脚的他不怕穿鞋的，万一这愣头青武松告到了官府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。大官人，你带我走吧，咱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我为你洗衣做饭，我会好好好好伺候你的。我在这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跟你去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那我还是西门大官人吗？大官人，你还有我呀。你说个屁。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冰清玉洁的主啊？我不妨告诉你，当初勾引你就是这个老东西出的主意，现在你还跟他一起挑唆我离开这儿，过安生的日子。我告诉你们，谁都别想走，不就是个武松吗？胡来死了。武
松的人头现在值多少钱？武都头，你终于回来了！都怪我，都怪……你说吧。那日我带武大叔去捉奸。被西门庆踹成了重伤，那几日我非常担心他，可又不敢进去，便想借着窗户看看情况。金莲儿啊，你做的这些勾当实在让我心寒。我死倒无妨，也碍不到你什么事。可是你知道我那兄弟武二的性格，他要知道这件事，肯定不会放过你。金莲儿，如果你真的可怜我，把我医好便是。我绝对不跟他说，啊。奴家听闻有一方药可以治你，带奴家去赎来。大郎，该吃药了。谢谢娘子。而后，我看到武大叔在喝完药之后，痛不欲生，怀玉挣扎，西门庆和王婆便闯了进来，他们三人将你哥哥给活活捂死。你跟我去趟衙门。啊！华豹，华豹五年前已经被我杀了，之后我变成了华豹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个人偏偏是你？如果有的选择，我再也不会戴上这面具了。给令我准备后事吧。我娘每日都吃这么贵的药，
怎么就病情突然加重了？那些名贵的药，咱们寻常百姓家谁吃得起呀？马上给我去弄，多少钱我都付得起。只有都头死，我娘才能活。你不会是西门庆的人了吧？莫怪我。往事多谢都头照顾，这份恩情我下辈子再还了。都头，你没事吧？都头，搞什么？小人亲兄弟武大，被西门庆余嫂通奸，下毒药谋害性命。此两人便是证件，请相公为小人做主。这件事难以理问，你也是本县的都头，不同法度吗？常言道，捉奸见双，捉贼见赃，杀人见伤。你那哥哥的尸首又不见了，你又没捉得他奸，如今只凭着两人断言杀人，莫非忒偏向了吧？复告相公，这个绝不是小人，你也何处来的？一块骨头能正合适啊，你叫他一下，他应不应你？武松，你休叫外人挑拨你与西门庆做对头。圣人云，金木之事，有口未真，背后之言岂能全信？但凡人命之事，须失伤病物宗武戒俱全，方可问堂。若再要胡言乱语之行为，本县绝不轻饶。退堂。
12岁的时候就被卖身为奴了，辗转几次还遇到一个人家非要逼我做妾，我不从，他就硬是把我要许给你哥哥。但其实你知道吗，我一天都没有爱过他。早知道会落到现在这田地，当初我就不该做选择。谁杀了武松？重重有赏。收手，我已经回不去了。Ah!
没用的废物，统统去死！ 想杀了我，你跟你哥哥一样都是废物。我弄死你们，就像弄死蝼蚁一样简单。
哥，我武松终于替你报仇了。我回来了。武松，哎，哥，又偷喝酒了吧？啊，没有。哎，你有什么好吃的呀？没有啊，就烧饼。给我看看。你身上有没有藏着？没藏，藏哪儿？没藏，没藏。一会儿我给你做好吃的吧。好啊，那回家走。哎，进屋去。哎，进屋。哎呦，哎呀，thank you.